首先，这不是一个人类充满地球民族精神、小我膨胀后的提问。越来越多的资料都提到，地球上的植物、昆虫、动物和人类，最初都是被设计培育、被播种在地球上的，在一些参与创造的外星种族的开户中度过了成长期。而这样的事在宇宙各处发生，当一颗行星的条件开始成熟，就会被选中播种。这是去年催眠朋友时的一小段节录，然后引出了一个思考，如果只是要培育播种生命，那么宇宙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星球，为什么不选择合适的加以利用，而要专门制造一颗行星，地球，然后再进行这场实验，造出来的地球和别的太阳系的星球比，到底有哪些不同？催眠节录问，我相信每一个星球都有维度转换的时候，但不是每一个星球都会像现在的地球一样吸引整个宇宙的注意和关注，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力量聚集在这个星球的外围。地球这次的维度转换和别的星球相比，有什么区别吗？答：地球是很特殊的，很多事说出来也许会引起你们的执着和误解。稍微讲解一下，关于地球，确实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为众多生灵高龄提供创业演绎的一个场所，让他们在这里集中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其他的星球会有转换，但不像地球的密度这么大，意义这么深远。地球是更高维度的高级灵魂建造的，不是低维度的生灵和生物造的，所以意义非常非常非常重大。听得出来欲言又止，只说了一点皮毛都不到。那时的我还很老实，不会像现在一样一层层的去往下追问，直到找出真相为止。问，你说的高维度的维度有多高？答，超出你理解的范围。问，类似于第十八维度这样的。有一次催眠，有位潜意识说我高维度的高龄你喊不下来，比如第十八维度的。答，是的。问，就是说不在我们这九个或十三个维度之内，是我们这个宇宙之外的生命创造的。答，宇宙是分很多层次的。问，地球是高层的宇宙来这里创造的？答，是的，高层的时空层。问，所以之前我有个催眠个案，他当时来地球时是看着地球被非常高维的光之存有建造的。我问他，他们来自多少维度？他说18维度。这个信息是对的，是吗？答，部分真相是对的。其实你也知道，很多高龄，包括我自己，看到的也只是我自己证实到的部分，是整体的一个片段、片面，就像一个拼图，看到的是一个局部，并不能完完全全的、全面的表达出来。但是这些也已经能够让你们学习震撼了。问，然后我问，按地球年算是多少年前？他说是70亿年前。答，对，时间非常非常久远的。问，就是地球存在的时间远不止45亿年，是吧？答，是的。问，就是说地球不同于太阳系的其他星球，比如木星、火星、水星等，是吗？答，不同于，不同于，不同于。地球是非常高维度的光之生命制造的，言下之意，太阳系的其他星球都是自然形成的。问，中国人的身体层次比别的人种要多，这是人种被创造的时候就定下来的事情？答，是我们和这个载体，指人体的守护神，给予了很多东西在你们的人体上面，所以层次是非常非常多的。问，在后面的慢慢发展当中，你们在慢慢的改进黄种人的身体，是吗？答，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将很多光和爱灌注到这个身体上，你们人类当然看不出来，但上层生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身体。问，我想去做那件事催眠以外的，你怎么看？答，催眠的意义在于帮助那些迷失的、
想寻求方向的灵魂找到自己，找到出路，这才是重点，其余的都可以去放下。你的生活要越简单越好，而且对于外星人，你以后会涉及的越来越少，以后需要关注更深广的脉络体系，外星人只是一个引子。问，好的，海里的鲸鱼为什么经常会搁浅？有人说是自杀，这是非常让人伤感的，有什么原因吗？答，确实比较令人伤心，因为鲸鱼是非常高级的生灵，地球现在整个的大环境让他们看不惯，受不了，现在也有很多人自杀，那些高灵接受不了，现在地球过于污浊的这一切，其实在这种环境更能够修炼自己，提升自己，但有的人就是适应不了，这个你不要去纠结。问，那些鲸鱼也是这样的？答，大多是这样的，很多高级生物，频率太低的地方他们受不了。问，他们宁可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开？答，是的，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问，狮身人面相有什么含义吗？对人类的未来也是有意义的吗？答，有意义的，它和银河系有着深厚的关联。问，狮身人面相是在什么时候被谁建造的？答，狮身人面相是模拟了银河中央的一个种族的外形样子而建造的。问，那也就是说银河中央确实是存在着狮身人面这个族类的？答，是的。问，他们的体型有那么大吗？答，建筑可以放大也可以建小呀。笑，人类的这个载体身体就是按照神的样子设计制造的。问，啊，原来高维度的人也是长的像我们这个样子的？答，也不是说长得这个样子，它比较常见的显化就是显现成这个样子。问，听说有一个会自己回溯前世的人，看见自己曾经当过很多的神圣存有，是吗？答，很多的解读只是拼图的一小块，很多人灵魂的来源确实是非常高的，但对目前来讲没有多大意义，你们都不需要执着于此，重要的是聚焦你此生的任务。后记，众所周知，月亮背后是不同款式外星人的基地，催眠中通过个案接触到了其中的乞讨人，不但银河中央的一个种族是狮身人面的形象，而且太阳系的几大行星上目前都有远超我们的文明存在，个案中有来自太阳目前转世地球的人，而太阳上的恩怨和斗争也以人类的形式延续到了地球上，也就是说目前太阳上是有文明存在的，我们也接触到了冥王星、金星上的人和他们的文明，另有一个个案还在幼小的时候就看到过来自土星的红种人，还有一个个案前世参加过土星的战争，所以如果要等科学家证实了这些星球上有生命的存在，我们再选择相信，那真的需要太久的时间。人类发射的探测器拍到了火星和金星表面的照片，都是只有岩石的荒凉不毛之地，没有文明的影子，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大家看过好莱坞电影《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吗？里面有一个镜头，地球上的旅游团到了千星之城，导游拿出不同的眼镜告诉大家，要去不同的空间就戴不同的眼镜，当戴上这副眼镜，眼前是一片美丽的沙滩，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晒太阳，戴上另一副眼镜，眼前就是光怪陆离的各色霓虹灯，是购物娱乐的好去处，但其实这些空间都是交错在一起的，就在同一块地之上，同理，我们的探测器只能拍到第三维度的景象，火星和金星上的第三维度，就如发回的照片显示的，上面确实是一片荒芜，但在无法拍摄到的第四、第五、第六或更高维度和更高的空间，也许正是一片繁忙呢，就如同地球表面上，也交错着不同的空间层次。但人的肉眼和一般的科学仪器也只能探测到第三维度空间的存在，所以我们看不见生活在其他空间的各种生物，
对我们来说它们是隐形的，但其实地面上那些看不见的生物数量远远多于人类和动物的总和，而且品种繁杂，何止成千上万，眼睛看到的只是极小一部分的真实而已。关于地球的重要性，在一次催眠中接触到了来自第四密度的天狼星系的一位存有。天狼星不仅仅只是一颗星，除了天狼星B边上还有几颗很小的星，其中一颗暂且称呼为天狼星 Z 吧。在久远年代以前，他们是生活在这颗天狼星 Z 上的居民，而且那时的地球并不在太阳系现在的这个位置上，而是在天狼星附近。当时高层的某一级议会决定把地球移到太阳系来。地球在历史上不止移动过这一次，以前的地球被放置在宇宙的不同区域，他们的天狼星 C 正好挡在地球移动的轨道上。为了给地球这颗新星的行星让路，他们的星球必须被炸掉，并且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这颗星球就这样分崩离析了，只剩一大块还漂浮在原来的位置上，仅剩几艘飞船漂泊在宇宙中，其中一艘降落到了地球我们不可见的空间层。那位存有哭诉，我们必须无条件的为地球让路。这种必须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地球很重要，这也是宇宙的规律，我们没有办法不服从。但是没有人记得我们整颗行星为地球付出的代价，所有族人的牺牲和行星的陨灭，你们地球人更不知道。也许这是业力，我们那时太骄傲，掠夺别的星球和种族，干了让我们现在深深后悔的事，也许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吧。他的诉说让我深深动容，作为受惠者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为了给地球让路，毁灭了一颗有蓬勃生命的行星，这就是大道无情吗？另一次催眠，遇到了一条来自黑暗的黑龙，它来自银河系之外，虽然地球的能量和光越来越强，让他们越来越难受和害怕，但还是不愿意离开地球。我问他，你很爱地球吗？他说，谈不上吧。我又问，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啊？黑龙说，因为地球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地球是，所以他们必须坚守在这里。当然，这只是这个第五维度存有眼里的认知，就像催眠中潜意识说的，他们说的都只是自己知道的那一小块，远不是全部的真相。而一个源自黑暗存有的话也只能仅供参考。但我不禁想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里面就有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心说这个基调，而伽利略正是因为提出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日心说而被教宗视为异端。如果要支持这一说法，还需要更多的信息佐证。地球现在是整个宇宙注目的焦点，这一点已经为不少人知晓，就如同一场举世瞩目空前盛大的比赛，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只看关于地球的实况转播，那么多来自宇宙各处不同星球的外星人转世地球，还有天使、大天使、诸佛菩萨的分身和来自银河中央文明、中央大日的能量体到达地球，化身人类来协助提升地球的能量，而他们各自担负不同的工作，就像一场战役中紧密配合的部门和工种，有人冲锋陷阵，有人负责后勤，有人是修建工事的工兵，有人专门宣传，还有人是炊事班烧饭的。同样，地球上那些千奇百怪的族类，如黑黑灰灰们，也是受背后高维暗黑势力的委派驻扎地球，为了维持黑暗卯足了吃奶的劲儿。所以我们真不需要担心好莱坞经常炒作的场景会发生，邪恶外星人登陆地球掀起狂澜，因为他们不在遥远的太空某处，而是一直在地球上，只是长久以来隐身在幕后操控，不愿意被暴露在人类的视线中，所以让人类不知道在地球以外还有别的生命存在，
以为自己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正符合他们奴役控制人类的计划。因为知晓外星生命的存在是灵性觉醒和意识扩展的第一步，包括当初设计制造人类身体的存有们也都化身人类行走在地球上，也许现在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他们当初参与这项创造的工程，就是为了有一天自己穿上这个肉体的载具。不管怎样，我们都不需要崇拜那些外星人，他们充其量只相当于咱的兄弟姐们或邻村的村民，依然有很多小我的成分。如果别的星球维度提升之时，没有如此豪华的阵容和隆重投入，地球这一次是绝无仅有的。那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和角色到底是什么？关于这场宇宙最伟大的实验，仍然有太多语焉不详之处，但在我们意识拓展的不同阶段，总是会释放出深度相匹配的信息。那么，你准备好接受了吗？